이거도 맞아. 哎，大家反应慢了啊！上山呀，这么烦恼呢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他俩约的这个质量很高。小猪这些话以前都没说过，没说过，感觉突然把自己放轻松了之后，很能跟人交心。说话得有个气口，今天这气口就对了。对，以前没聊到这儿。刚才其实有一个小环节我看到了啊，就是小猪用剑击到了对方的头上，一下两个人就感觉就不一样了，一下变得开朗起来。我更关心在他俩的这个这次约会里面老张的状态，也没看过小老张乐成这样啊。没有过，没有过。很好很好，他俩今天这个很好，就是因为老张以前并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表达自己感情的那一面，对，今天感觉不一样了。